是照你录像，每次都模糊的，不模糊的。因为我看是因为，照片绝对不模糊，录像录像 ，YouTube 上，对，视频里面的像素的色彩，对，照片没有。这个最主要的，对呀、啊，你们俩互射。没有，我不说。看啥专业？看着就专业了，专业了，专业了。拍照了吗？等等，那个位置给我。旧朋友也有新交朋友的机会，希望大家不要在比赛的时候建立更多的敌人。每次我来这边看都有进展，我们的龚文传新这一代的雷锋啊，对，带领着有很多啊志愿者，像老王啊、老温啊、老王鼓掌啊、老 Ken 啊，都给我们做了很多事情，谢谢，给他们鼓掌。
龚文传这个决定呢，把隔壁住下来了，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决定。人多了，地方多了，机会发展的机会也多了。我们很多年纪大的，几乎都把这个地方当作是第二个家庭。来这里除了打乒乓球，有人在提议建立一个多元化的一个活动中心，我觉得这个方案可以考虑。例如除了有人打乒乓球啦，或者是打牌啊、下棋啊、讨论什么东西啊、电脑啊、学习东西啊，都是非常有用的啊。希望各位如果有机会的话，也给组织一下这些东西。比心，我希望各位从今天的比赛更加使身体除了健康之外，还要可以有更好的那个 positive mentality， 就是有更阳光的一种思维去看东西，还有很好的时光在我们前面。谢谢各位。宣布什么？团长还要打吗？啊，从头到尾，反正我们大家慢慢打，时间啊，从头我就怕打太早了，因为这个打的会很快的，所以慢慢打，不要急啊。我们还晚上到北海道去杀啊。台的情况怎么样？啊，台已经真的很好了啊。这个是一台。那晚上呢？我们一人一个。看着。